你好，我是澳洲亨瑞。今天呢是一个星期天，大部分人呢星期天都会选择在家休息。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都希望自己变得更加的富有，有很多人都希望自己变得身材变得更好，有很多人都希望自己呢可以变得越来越强大。但最后有多少人可以做到呢？永远只有那么大概5%到10%的人可以做到。同样是一个星期天，有多少人选择出来学习了呢？有这么多我们今天的朋友，我们都在这边学习。我们在学习什么呢？我们在学习怎么样搭建个人品牌。我们昨天呢，通过昨天的内容，我们知道了怎么样做出精彩的内容，可以吸引到自己的客户。很多人不理解，他觉得现在做内容太难了，你现在做一个内容出来可能要花很多时间，做一个公众号出来。其实不是这样，那是因为你做的内容不是你的目标客户想要的，你不能做出来有趣的内容，然后你不能给出来一个 offer 让对方想要获得。今天我们将会学什么呢？今天星期天我们将会学到怎么样搭建你的个人品牌，我们应该怎么样用好现在的社交媒体，把自己的个人品牌的价值放出来，还有怎么样在社交媒体上面可以免费获得流量，免费获得大量的流量。最后呢，我会告诉大家怎么样把个人品牌转移到自己的产品或者服务上面，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。我是亨瑞，如果你对个人品牌自己的知识这一块感兴趣的话呢，我欢迎你订阅或者点击小铃铛按钮，这样呢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信息了。请记住，其实最值钱的产品呢就是你自己，它会给你带来流量，会给你带来关注度，会给你带来金钱，还会让你有更多的时间。我们下一个节目见，拜拜。